宝贝女儿惨死轮下，爸爸忍住悲痛情绪，叫着爱女的名字，希望她快点回来。但一旁好友的眼泪早已溃堤。魂魄要来神主牌位后。原本这个周末才准备要过20岁生日，和闺蜜们都说好要一起庆祝，但却来不及了。生日到达，我们要一起去吃什么？要去哪里过生日？他想要什么？气球啊，跟小美人鱼的蛋糕。我们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再继续帮他过生日。回想起事发前几个小时，两个人才通过电话，没想到却是最后道别。个性开朗的他，脸上永远挂着笑容，因为他身体都盖起来，所以他脸都很好，脸是完整，就还是很漂亮。去当天使，对，我会很想他，我们都会很想他。从高中开始就热爱跳舞，现在更爱陪着谢正鹏一起运动。当起男友的个人专属教练，陪着他到各地训练，情侣俩更爱四处游玩，所到之处都会拍影片留念。IG 上满满甜蜜合照，但现在却只剩谢正鹏孤单一人。是否你能回到我身边？女友奏事让谢正鹏根本无心比赛，人在国外的他根本无法接受事实，不停说着希望老天爷别跟我开玩笑。我早上有跟他联系了，但是我们没有讲到话，他也是讲不出话什么。小情侣原本只是短暂分离，没想到却因为一场突如其来的意外，让爱人再也无法团聚。记者肖真、郭翔、苏一欢台北报道。